这里停你就停了，那它拍嘛，不会太吵了。 慢点，不着急啊。 螺钉不找个地方放在，找不到。 你有装好的壳了吗？要从壳开始整套。那很简单嘛，螺丝在这儿。嗯。你怎么说？我们把这个车拆掉，这螺丝就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螺丝，这个螺丝拆掉，这个螺丝拆掉，再重新做好。
就可以拿来帮你来看。因为这个是好玩教的。客户这一块就是够呛，是吧？他拆的话不是难。还是关了吗？还是关了。嗯，等一下。这个位置。完了是吧？嗯，完了。哦，这个是一个立起的。对。